会动呢。对呀，这个呀可是我用卫生纸自己制作的，会动的毛毛虫。哎呦，你可真牛啊，连毛毛虫都会做。对对对，我看这毛毛虫好好玩呀，浇水还可以爬呢。是吧，你们两个想不想学呀？我可以教你们做小小小。胖妞，你赶紧教我们吧。嗯，好。首先呢，咱们需要拿出白色的卫生纸还有彩笔。我有纸，给你。哇，这么多。现在咱们在卫生纸上随意画一些图案。啊，换个颜色。我要两个七彩的毛毛虫。画好了吗？画好了。画好之后呀，一人一根筷子，把卫生纸卷到筷子上。好。哦，卷起来。卷好了吗？卷好了。卷好之后，从两头开始往里挤。好。胖妞，为什么要把卫生纸往中间推呀？对呀，大仙儿、小黑，卫生纸经过挤压以后滴上水才能变形。哦，这样呀。挤好以后，把它放到桌子上，在纸上画出毛毛虫的眼睛，还有爪子。我要把毛毛虫的脚画成红色的。画好之后，咱们在盘子上试一下吧。好，我先来。明显，我是我的。哇，胖妞，你这个毛毛虫好厉害，还会发声呢。那是必须的嘛。我试试我的，浇点水。你们看到了吗？我的毛毛虫爬得好远啊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小慧，你的毛毛虫可真厉害。是啊，要不然咱们多做几个，比比谁的毛毛虫更厉害吧。好，大侠，给你一张纸。好，这张我要做小的。